我跟你们讲，昨天呢，我学了一个新的招，就是 dropshot 招。这样厉害！是我昨天啊，打败两个人了嘞。哇，这样我要见识一下，来来来，给我看一下。来了，来来来，let's go。哎，你的动作不对了嘞，你刚才那个什么 dropshot 来的，来，我教你。 OK， 首先球拍要抓后面，正常的抓拍，然后脚要稍微开 ，shoulder width position， 手抬上来，手架要摆好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后再回去，总共是三步，一步转再往前，要打的时候，接触点在这边，要稍微的切一下，切完了再下回来，你接触的点是在于旁边。 OK， 重复，一、二、三，下回来，看得懂吗？我的头顶的 dropshot。对，这个比较清楚。示范给你看 ，forehand 的 dropshot。来，我看这边。OK， forehand 的 dropshot 也是一样，球拍抓下面，正常的抓。OK， 正常的抓，然后手架摆好，我们要往后面去，只需要三步，一、二、三，打，下回来，重复，一。 二、三，打，下回来，要打的时候，你的手架一定要摆好，摆好了要挥的时候，手一定要靠近耳朵，上去的时候手腕放松，稍微的往外转，挥了再下回来。明白了吗？哦，原来是这样的，嗯、我试一下，可以啊，可以，来 ，OK。 今天我教大家的 dropshot 一定要快快把它学起来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容易的技术，而且又可以让对方跑哦。如果你们有什么疑问的话，可以留言在我的 Facebook 或是 IG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